我已经开了。嗯，好，开了开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应该可以吧？来了好多粉丝。啊，好多粉丝，多少？多少多少？多少粉丝？跟周圈一样多。六十多个。那怎么说好多粉丝呢？清晰吗镜头？行，还可以啊。等会儿把我那打包扔了。哎呀，先这么多，你看，没办法，粉丝多，就这么多粉丝，给他们分了就好了。哎，你说我们在大火了，到这头。现在多少在线人数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猜一下，800，600啊！天哪，比我想象的还少。啊在剪视频，知道到800了吗？现在859过了，1000过一万人我们就可以了，过一万人我们就可以下线了。哦，全部签完了。头发，哦，这油漆笔的味道好大。哎，这个是要给谁的？这给粉丝的。但也不是我们发出去吧？不是，不是啊。行吧，这些照片已经都签完了。像扑克牌一样，我去，这个完蛋了。哎，这个已经模糊了，但我感觉也挺好的啊。限量版，看到了吗？限量版。看哪个人中奖？看谁中奖啊？看这张照片最后到哪个粉丝的手上？一不小心模糊了一下。啊，那个是，我天哪，这个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鲤鱼缸的缸没了，快给人补一个吧。好吧。啊，把笔给我。很抱歉啊，这个鲤鱼缸一下子。我在这儿补个缸吧，好吗？在这儿补个缸，这儿能看到吗？已经一下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在这儿补个缸，看还有没有，一下子就，哎呀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这在这儿给补了。哎呀，放这儿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，实在是太大意了。哎呀，这也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之前这应该没问题吧？之前说几千，我发什么了？这得补吧，补上。这个已经给你们补上了啊，虽然刚才已经是啊字迹已经模糊了，已经补好了，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这个也稍微的啊，感觉太罪过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一下子把所有的看，今天我们是录制 BTV 的冰雪盛典，一年一度的冰雪盛典，所以这些是给粉丝的，这就这样了。这个谁要得到了，就感觉挺有纪念意义的。对，模糊了一下，但我感觉挺不一样的，挺有纪念意义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个现在还是模糊的过程当中，把这个补一下。
这个不补了。OK， 来吧，我跟大家聊聊天，给我吧。哇，4200，我看是怎么来啊？调过来。但是如果不上班，是不是就得去看那个我那个激光科？为什么还不睡觉啊？对，现在还睡不了，我们刚刚工作还没结束呢，这个工作刚刚开始。哦，我们这种这样的一个工种就是晚上工作，哦，白天创作，晚上工作，是吧？怎么获得签名照？这个应该是 BTV 他们吧，他们让我签的。然后他们应该是通过什么方式给到粉丝，我不太知道。对，我刚刚签过的这么多的签名照，哦，而且是使金色的笔签的，嗯，金色的笔签的，签了大概有20-30张吧，嗯，签了20-30张。抖音抽一下，等我下次直播的时候我签好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说了算，然后我就在抖音可以抽一下，好呗，啊，抽个奖什么的，嗯，所以这里还有，哎，还有呼和浩特的朋友，我明天就要去呼和浩特了，啊，明天就去，嗯，所以大家请关注一下。呼市的朋友们请关注一下啊，这里边好像还有我的公主岭的老乡，吉林老乡，长春老乡，嗯，还好吧，对，一般用气垫的都是女生，女生在，这是谁呀，啊，送的礼物，哦，真的没看清是谁送的礼物，但是也表达感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嗯，我呢上线呢就是趁工作之余的时间，这谁呀，啊，这叫小卡吗？对，是的是的，趁工作之余然后上线，有的时候和大家聊聊天，看看大家。哦，这是真真，看清了，真真送的珍珠啊，真真，哎，厉害厉害，真真送珍珠啊，对，谢谢。嗯，啊，我一会儿马上节目就开始录制了，我就上来跟大家聊聊天，好吧？然后你们要好好的，北方已经到冬天了，有点冷，嗯，你们要保重身体，嗯，当然了，这么说也是老生常谈，但还是要叮嘱一下，你们要保重身体，别感冒了。嗯，我呢，最近身体啊，没什么事情，虽然偶尔要上火呀什么的，因为东南西北到处走，吃的东西不一样啊，有的时候到湖南长沙，哎，就是辣的，然后到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有的时候要吃牛羊肉啊什么的啊，烤串的也会比较上火，嗯，就是到江南的时候，哎，吃的蛮清淡的，还好一些，嗯。然后回到老家，回到东北老家，回到吉林，然后又是我们东北菜，还行，哦，东北菜倒不会让我感觉上火，还可以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有些美食实在太让人馋了，太馋人了。就是我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吃那个烧麦呀，啊，什么什么羊杂汤啊，还有他们的，那简直是太好吃了，奶茶也好喝。湖南长沙那些辣的湘菜也还好吃啊，所以有的时候馋的不得了，像馋猫一样，所以就止不住的想吃，而且有的时候压力大，一压力大就是特别想吃东西，嗯，压力大有时候想吃东西，当然这种压力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啊，要真正的倒没什么，其实挺知足的了，就是工作有些忙，又不能说很多工作说你推掉了啊，选择在家或者怎么怎么样也不现实。
因为好不容易有工作的机会啊，你像如果说有的时候不能出来，或者说疫情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待着，那现在呢好不容易有工作的机会还是要出来工作的，东南西北到处跑，嗯啊，对，就是跑的比较辛苦一点啊，苏州比较是，嗯，好吧，我基本上也没什么事了，就上来跟大家聊聊天啊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，12点多了，嗯，和大家说声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要多保重啊，嗯，拜拜。